在我们的恒河，在我们经常跑动态那个广场上。今天真的太热了，我们今天光光拍外观静态已经把我拍到汗流浃背，所以大家现在跟着我们的视角去看一下宝骏越野 Plus 我们的车 OK。 然后先给我个三连可不可以，真的太热了，真的太热了，我并没有破坏花草树木啊，走吧。 OK， 今天是一个超级大夏天啊，今天差不多温度得有个30度吧，30多度啊，特别是在阳光底下太晒了。然后我们今天把车停在了正中间啊，没关系，这里你看没有什么车对吧，只是一个广场而已，也不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希望我们把宝骏越野 Plus 拍到全网最详细。 OK， 这样就是我们实际提的车啊，是宝骏越野 Plus 的顶配大疆版。然后我们选的颜色是一个我们那天试驾的颜色，一个绿色的黑顶，然后选了一个黑内。那这个颜色就是我认为现在宝骏越野里面我最喜欢颜色，没有之一。然后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视频，它真的非常的亮，非常的好看。我今天裤子也专门穿的是绿色，我们主打就是个绿色。那除了绿色以外，我想说几个细节，我们之前静态的时候没有说的部分。第一个是它整个漆面啊，对于宝骏来说我觉得又是一个全新的进步啊，真的非常的好看。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相对于传统的很多车型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黑色的部分啊，它都是珍珠漆，它不是说只有在车身部分采用了这种类似于珍珠材质的这种漆面，它是在整个黑色的部分顶上这一部分全部都是用的是珍珠漆啊，所以这点在外观上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选的这个新轮毂，也觉得很好看。其实这个轮毂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后期可能会改一个 AT 胎，我觉得会更加配这个轮毂。那我觉得这个轮毂还是蛮好看的，比较越野风格。然后我们来看看前面啊，前面的设计风格就跟那个原来的宝骏越野基本上一脉相承。其实这辆车实话实说，你真正在城市里面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大尺寸的车。它相对于原来的宝骏越野来说，很多人以为它是原来那辆宝骏越野的拉长版，其实不是的。这辆车型是一个全新架构的车型，然后其实它比宝骏越野的两门版是要感觉更宽更厚，特别是这个隆起的翼子板啊，这个非常明显，这个翼子板是这样隆起的，有点那种小宽体的感觉。所以这个车型我觉得还是实车比照片跟视频都好看，原因是因为你实际看到的车都是 3D 的，就是它是立体的，所以你会感觉这辆车好像更健壮一点，差不多是这么个水平。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还开着空调，你就知道真的很热。然后我们看到这辆车型，我觉得相对于越野来说最大的变化啊，就是说它是现在是一套D130的大疆智驾，它现在能完成城市领航的点对点，我们已经试过了。到时候我们会更新很多的关于城市领航的点对点的，包括高速 NOA 的全国无图，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我们视频，我们今天就一笔带过。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它的雨刮器啊，也都是无骨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价位，这个车卖103,000块，我非常认真。它用就两个版本，我们就不出购买推荐了。那我是比较建议你买它的大疆版的，那我觉得这个大疆版是真的血值，就10万元左右唯一的智驾应该没有之一。当然很多人说拿它在跟 iCar03 比，你要想到 iCar03 就你用 iCar03 的盖中盖版的钱买这个车，钱还有的找。然后你要想到 iCar03 的大疆版要卖16万、17万， iCar03 的次低配我还是很推荐的。我觉得 iCar03 整体上的尺寸，包括它是5座车型，我觉得算跟这个车型各有优劣，但是那个车要贵得多，其实要贵得多。虽然大家把它放在一起，当然还有没有上市的 V23 对吧。 OK， 另外一个我们到屁股后面来讲，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之前是看过我们宝骏越野视频，或者说你原来在关注越野的，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等于说这个部分是多出来的，当然门的部分也多了，它大概是从这个位置开一道下来，差不多是这样子。当然这个门是多出来的，后排我们后面再说，这个部分都是它多出来的，就是它整的一个后备箱尺寸，因为它是宝骏现在全新的天娱架构。天娱架构我觉得最大的
优点应该在后备箱，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这个后备箱应该是同级别里面最大的，而且是没有之一的。我非常认真告诉大家，哪怕到 iCar03 的后备箱尺寸，包括内部的空间表现，其实跟宝骏越野，我觉得还是宝骏越野更大，特别是后备箱。宝骏越野的后备箱我们能看到啊，我们这边当然大家可能实话实说，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到时候第一视角吧，就是它有个下挖式的，反正照它后备箱很大就对了。不好意思，我头撞了一下，在这边做人还是不太行，坐这边可以，对吧？头被碰到，不好意思，我1.72米，确实矮了点。如果你是1.8米的个子，那我告诉你，我们在提车的时候遇到一个小伙子，1.86米，他跟我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宝骏越野的大疆版，就是那位老铁是1.86米。他坐在宝骏越野里面还有一拳头部空间，这个车型的空间尺寸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得多，因为它是纯电架构的。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归功于纯电架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头部空间表现啊，这个是我正常的驾驶坐姿啊，这个位置是正常驾驶坐姿，并不是最低点，而是我觉得最舒服的点。你看，不是最低点啊，是我觉得最舒服的点。你看我头部空间，两拳还要多，我们摄影师能看到吗？就是我们差不多两圈还有多两指吧，这个还能再往下啊，所以那个1.86米的小伙子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车型的空间表现真的很屌，这就是我们简短的静态的体验。因为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是动态，所以大家现在跟着我们的视角，我们去大山跑一下。我是辛巴。OK， 我们现在正式进行宝骏越野 PLUS 动态试驾。我们这次路程跟我们之前有一点点小区别，我们不是从另外一端上山，我们是反向上山，因为那边今天有水很脏。我们这么干净的车，对吧？我们从干净的地方上山，非常合理吧？没毛病吧？对吧？就在这个树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漂亮的宝骏越野 PLUS， 我们就上山啦，走吧，我们去跑山。 OK， 我们这次会跟平常不太一样啊，大家也看不见我的脸，因为大家听我聊天就好啦，干嘛看我脸，对吧？我们动态试驾，所以我现在在一个机位是我们的机头方向，另外一个机位是我的方向盘方向。那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车机的驾驶方面，我已经调到了我今天一天试下来我觉得最好的我自己最喜欢的模式。一个是如果是驾驶模式，我是比较喜欢标准模式的。标准模式的动力包括油门的线性程度，包括油门出力，我都觉得是最佳的。那个运动模式稍稍激进了一点，如果说我们跑山什么用，就你想激烈超驾，我觉得运动模式可以，平常我觉得标准模式可以了。然后能量回收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普通消费者来说，我就从舒适开始习惯。如果我自己最喜欢的应该是标准模式，因为标准模式它的回收力度是刚刚好的，就是不多不少，然后你也能够享受到，比如说我们一脚油门上去啪，哎，我想就是正常松油门，对吧？正常减速，我觉得就是标准模式，我觉得会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制动踏板的脚感呢，我觉得标准模式可以了。那运动模式，我觉得稍稍激进了一点。然后舒适模式呢，我觉得稍稍的咬合力偏厚了一点。标准模式也是最舒服的。能量回收刚刚说了，入门就舒适，正常也是标准。我觉得他们的这套宝骏越野 PLUS 的这套标准模式，我觉得应该是适合绝大部分消费者正常使用的，你并不用专门的去特调。这是我觉得今天我开了一天自己感受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块屏幕，我觉得一旦你习惯了以后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虽然它不是特别大嘛，不是个大电视，但是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就是基本上你想要的，包括像我现在登的自己 QQ 音乐啊，然后你在一路上对吧听着歌开着车，我觉得哎很棒。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想讲一下这辆车的，直接告诉大家答案啊，这辆车的整体的动态表现，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的 SUV 来说，包括方盒自造型 SUV 来说，它是不太那么像 SUV 的。我觉得它的动态表现
更像一个什么，更像一个传统的两厢车。其实它侧倾比你想的是要小的很多，方盒子的车造型啊，因为受制于它的离地间隙啊，它的整体的侧倾的摇摆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摇摆其实是比较少的。我们之前在试驾的时候，因为试驾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并没有说激烈操驾去跑山啊，当然我们也跑了龙泉山，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一天开下来，我觉得最明显是它的那个左右摇摆，其实包括它的车身的姿态的变化，在弯路里面它并没有说很大侧倾去影响到你的驾驶，它更像一个普通的两厢侧侧倾。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弯道，其实我们过的弯速度还比较快的，基本上四五十码再过一个差不多六十度的弯，就是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侧倾不明显的，实话实说不明显，跟我预期不一样，比我的越野我觉得要好很多。越野其实也支撑力还可以，但是越野遇到这些比如说颠簸路面，它其实相对来说太硬了，但是这个车型因为它是那种软软的这种避震的感受，你就感觉它好像是更能可控的，所以它会给你的信心其实是更大的。避震硬避震软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对于操控来说好或者不好的固定标准吧，我只能这么说。 OK， 我们接下来正式的聊这辆车的驾驶方面的点点滴滴。那第一点是动力，那这辆车型其实大家最能直观感受到是它动力的提升了。现在这个车是75千瓦，极速也高了，那我觉得在山道里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其实对于驾驶感受来说动力永远是第一位的，特别是电动车的扭矩啊。那这辆车现在在山路里面，特别是我们刚刚前面有一辆货车在我们前面啊，你想要超过车，原来我如果说50千瓦电机可能是比较吃力的，但是现在75千瓦电机，现在你扭力也变大了，它的超车就变得相对的优雅了很多吧，你不用歇斯底里，你只要满油它就能超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你这样子的弯道，然后你出弯那一脚的那个动力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就75千瓦我觉得对于这辆车来说是够用的完全够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的刹车啊，它是我们刚刚说我们现在调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刹车的脚感吧，标准模式，但是这辆车的刹车我觉得相对于越野的提升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越野原来那个刹车啊，实话实说，如果你开过越野你就知道，越野刹车是咬合力很强，然后呢但是会有点头倾向，就是说它咬合力一下子咬死了，所以你的车就会在刹车的时候感觉一顿一顿的。如果说你自己是越野车主应该了解我在说什么，对吧，大家越野车主可以把弹幕放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那这辆车会明显要好很多，点头效应基本上非常少见，喇叭踩得比较深，车也是稳稳的停下来，并不是说点头停下来，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哇，前面贴了两个实习，对吧，遇到这种慢车你75千瓦动力还是一下就能超过去的，这还是很棒的。这个刹车我觉得比越野来说最大提升并不是说咬合力大小区别，而是平顺性，你感觉整个车啊，这个跟轴距也有关系啊，这个车轴距毕竟变长了嘛，轴距变长了以后它的车身的姿态的变化我觉得比较明显，就不会像越野那样子短轴距，你这刹车的时候明显能感知到它的头在往下点，但没有，基本上没有。据说新的越野也改变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开过，所以也不能说新越野有什么提升，但是对于我老越野来说这是比较明显的提升，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应该是舒服很多的。然后是这个车的指向性啊，那我觉得对于方盒子来说它这个指向性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唯一这个指向性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它有一点点的虚量，转向上面来讲差不多一个手指吧，一个手指的角度，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大概有一个手指的角度的那个虚量你是能够感知到的，那毕竟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你是能感知到的，差不多你打一手指它是没有什么大的感知的啊，毕竟是方盒子嘛，这个也能理解吧，只能说也能理解。那当然你也别想这个车有，对吧，像什么我唐丁的 M4 那种精准，那你也别想方盒子嘛，能理解。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我觉得跟我越野的还有一个提升是我发现它的 NVH 变好了，这个在我今天试它的副驾驶的时候80码定速的时候其实比较明显啊，那越野的那个 NVH 其实还是比较吵的，那它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流线化造型吧，这辆车型为了能耗啊其实做了不少关于流线造型方面的设计，所以它不只是能耗低了，它的风阻一样减少了，所以 NVH 也变好了，
如果说之前的越野你真正跑100多码的时候噪音很大的话，这个车型是完全在主流价位内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在10万元的轿车，可能它的 NVH 跟它差不多，并没有因为方盒子有更多的风噪路噪，并没有。但是这个车的我觉得胎噪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为了好看你可能会换个 AT 胎，对吧，为了造型，这个车的毕竟轮毂这么好看，你换 AT 胎。但是如果说你换 AT 胎，它的胎噪应该是会变更大，那拿出拿了吧，反正看你自己需求。如果你换一个静音胎，我觉得这个车型的 NVH 表现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就你没什么可以挑的，我觉得这个级别轿车也就这样了。然后另外一个驾驶感受上面的感受，就是这个车的那个屁股，这个车型现在相对于原来的越野或者说原来车型来说，它的轴距变得更长了。那轴距变得更长了以后，有一个好处在于你的屁股变得相对来说感觉更可控了。轴距变长其实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是好事，短轴距的车啊，因为比较灵活，当然如果说你要攻弯或者说你要拿来越野，短轴距一定更好。就打个比方，你如果是个短轴距的跑车或者说拉力车，你就知道它一定是短轴距操控更好。但长轴距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车身就没有那么的灵活了。没有那么的灵活，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的那个操驾体验其实是提升的。这跟大家理解不一样，就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轴距越长你会觉得这辆车更好开，因为它的稳态更好，这个跟大家理解会不一样。你说动态操控好，就是车刁钻灵活，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的感知来说其实是不是那么正面的，除非是你是想要买这个车玩乐的，这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它轴距变长以后，我觉得其实是跟越野去比其实是变得更好开了，但是因为轴距变长了，这个车型的实际的跑烂路能力相对于越野来说应该是有削弱的。当然这个车型的离去角跟接近角都是比较大的，你说跑一些非铺装路面其实是可以的，这跟很多人的想法真的有本质区别。这个车不是让你去真正越野的，虽然它叫越野 plus， 但是它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它绝对是可以的。这个车型的离地间隙真的不低，然后这个车型本质上的因为四个轮子在四个角上，所以它的走非铺装路面的能力是远高于普通的轿车的，比很多电动的轿车要强的多的多的多，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这辆车实际上我觉得跑烂路能力是比很多城市越野车 SUV 我觉得是要强的，真的是要强的。大家很多人没有这种理解，很多的 SUV 它城市 SUV 啊，它就是城市 SUV， 它的跑烂路能力真的不一定会比越野 Plus 强，因为它们的结构形式还是老的结构形式，它的轮子并没有在四个角上。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的方盒子造型啊，其实很多方盒子造型在城市里面开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受的感觉吧，因为我开过我朋友的那个吉姆尼嘛，老款的吉姆尼改了大脚那个，其实你在城里面开很难受，因为那个盒子真的是，就很多人把吉姆尼神化了啊，真的把吉姆尼神化了。吉姆尼我觉得你要去玩越野硬核越野它是可以的，自己去玩。其实你说真正你说跟一大帮大车，比如说是玩穿越啊，或者说跟牧马人这种一起去玩，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带着吉姆尼玩，因为吉姆尼救不了别人，只能别人救他，就你能过他也能过，但是他陷了你得把他拉出来，如果你陷了他不能把你拉出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吉姆尼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吉姆尼本身的那个越野能力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强，当然一定是要重点改啊，重点改，改过以后吉姆尼的那个越野能力还是比较优秀的，毕竟正儿八经的他的那个大脚方案还是很强的。但是如果不改的话，其实吉姆尼的越野能力就这样，它也是一个相对有越野能力的城市 SUV， 但是它短轴距四个角也在四个边上，就不要神话。 OK， 吉姆尼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一天越野 Plus 开下来，我觉得它动态表现其实是跟宾果 Plus 真的很像，它并没有因为增加了离地间隙而降低了它的动态表现，并没有降低。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新手，或者说女孩子可能会更加喜欢这种
传统的 SUV 造型，然后它的坐高也是，视野也是，我觉得越野 Plus 可能适合更多的人。实话实说，如果说现在让我越野 Plus 跟缤果 Plus 二选一，我应该会选越野 Plus。越野 Plus 确实不仅外观上面更帅一点，另外一个它的坐姿视野，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会更喜欢，包括我爸爸也特别喜欢这个越野 Plus。 我爸为什么喜欢开讴歌，是因为讴歌坐姿高，就是其实这个虽然对于操控来说就跟我开跑车，我希望越低越好，但是对于纯代步来说，你坐得越高它视野越好，大家安全感更好，这个只要有车的人应该都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我爸就是喜欢这样子，所以我爸之前越野也是，这个车也是，就是觉得哎，这车坐得高，哎，是个 SUV 挺好的。嗯，然后我爸之前开了那个阳光，也觉得阳光很好，就他对一切坐得高的东西觉得很好，可能对吧？可能跟我一样个子比较矮。这个车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续航，那我觉得你可以买缤果 Plus。如果不是特别在意续航，缤果 Plus 毕竟有500公里的续航嘛，这个车毕竟只有400。但是我觉得400也够用了，也够用了，因为这个车有快充啊，有快充你有啥好担心的，400公里也够用的。当然你觉得不够你就去买500，对吧，有缤果 Plus 有其他选择。然后这个车型我觉得现在我一天看下来最大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于它真的回头率很高。我们今天停在知微咖啡店里面，宁波银行的小伙伴们在知微咖啡店里面喝咖啡，对，他们现在应该也在看这个视频。他们的行长听说我把越野 Plus 开过来了，就直接所有人都去看我的越野 Plus。当然在午休的时候，就大家都去看了。就这个车型真的回头率很高，会特别高。然后你知道他们给他取个名字叫什么？卫士 baby。这不是我取的啊，不是我取的。OK， 接下来最后总结，我既然是已经买了。对吧，已经买了越野 Plus 了，那我希望肯定是要这么多钱都花了，一定是要多拍多发。如果说我们买都买了我们都不跟那么多内容，那我们岂不是血亏。然后另外一个，我希望我们能够比其他的博主，比如说他们只是去动态试驾静态试驾，只是这么简短体验一下，肯定没有我们每天开来的体验多，对吧。如果说你真的想买这个车，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节目能够一站式的帮你解答所有问题。你如果说你要买越野 Plus， 可能只要看我们节目就可以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如果说你看一些博主，比如说他也是越野的车主，可能他不是媒体，那他可能没有试过同价位的这么多的车，不像我们基本上这个价位的车都试过。那我觉得我们的试驾体验肯定会更加详细一点，更加仔细一点。我觉得能有好坏的区别。那跟媒体相比，我们试得更深，我们更加车主，我们跟车主比，我们比他们了解更多，我觉得可能比他们更懂一点吧。我希望我们节目是能够真正帮助到想买这个车的人。实话实说，我不想说什么大话，但是我就希望我能做出那么一点点贡献，就不要浪费生命。我不希望我们做节目我在浪费我自己的生命，我不希望这样子。我觉得人生诚可贵，对吧，就是我希望我能给中国汽车这个格局大了，就我希望我能为大家，我为中国汽车种出一点点我自己的贡献，我觉得我能帮助到一些人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点点的小的想法吧。我行吧，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这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的帮助。如果说你对越野 Plus 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记得一定给我们留言，我们每条评论都有在看的，我们不一定每条都回了，但是我们肯定每条在看。如果说我们没回你，你可以多发几次啊。